我是塔维西雷毛，没有人可以抢走我看上的宝物。 你以为阻止恶魔入侵、破坏迪菲亚阴谋就能拯救暴风城了吗？还不行，有几个海盗逃出死亡矿坑，把纳鲁碎片带走了。我在普瑞斯托女士房间找到的文件显示，海盗打算把纳鲁碎片带去奥特兰克山谷，那里有联盟驻扎的部队，指挥官是范达尔雷毛。塔维西，你认识他吗？你被炮弹打到脑袋了吗？我当然认识。 他是我亲戚，而且他就和女人一样讨喜。塔维西，对上范达尔雷毛。哎，这不是塔维西吗？终于回来雷毛氏族了。最近有去盗墓吗？ 你这个上不了台面的狗头人！可恶，我要扭断你的脖子！塔维西，拜托，请你好好道歉。 我们需要他的协助。没错，如果你想重回氏族，最好得向我证明你的本事。用心战斗，持兵享受。你要打就来打，谁怕谁呀？我早就想把你揍到爬不起来。嘿，小鬼，我也早就想教教你礼貌了。 完工了，过期了，才够味。你防过誓，再也不回雷眸。我早该知道，你连这个诺言都守不住。因为现在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。 女士是联盟的叛徒，她要腐化奥特兰克山谷里的纳鲁，她要把纳鲁当成武器，然后部落也想抢走她。我有一把很大的枪。 的力量，它可以终结奥特兰克山谷的战斗。过期了，才够味。
没办法绕过，就只好冲过去。离开以后，胡子是变长了一些。好吧，塔维西，我们会帮你找到这个纳鲁，只不过你得先帮我。神铁矿坑有重要的作战资源，但是它被血巨怪占据了。你要我帮忙？就进去里面把他们赶走。奥特兰克山谷的地势险峻，气候严寒，让这个地方有种冷冽的美感。塞瑞拉、凯瑞尔、克图斯和史盖博斯陪伴着我，一起朝矿坑出发，在雪地里留下一道道深深的足迹。维西，对上莫洛克。哦，这个矿坑好臭啊！怎么会这么臭？我们血巨怪，你笨笨。哦，难怪会这么臭。我们所爱之人不会消失。血巨怪厉害，血巨怪厉害。进入这座山谷之后，纳鲁的哭喊声变得越来越强烈，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。别担心，有了雷毛部队的帮助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纳鲁，拯救你的女儿。是相公啊，我。把刀咬了。雷毛的好像都很有钱，所以我一直很好奇，塔维西，你干嘛那么拼命在找宝物？史盖博斯，不是每个雷毛矮人都是有钱人，就像我知道，不是每个地精都跟你一样是个讨人厌的小偷。远道指引我。
石盖博斯，小心，这些血居怪很危险。我知道，谢拉老妈。我是说塞瑞拉，我会小心的。为什么矮人那么喜欢锤子？愿纳鲁指引我。总算都解决了，希望范达尔会遵守他的承诺。拿下矿坑以后，我们动身返回雷毛基地，在回城的雪地上出现了四个身影。我早该猜到会有部落出来捣蛋。布鲁卡，你看，是雷毛的矮人和他的伙伴。双狼攻击！他为戏，对上洛卡拉。让开，兽人！这里是雷毛矮人的领土。雪碰到的地方都是双狼的，而且我就在这座山谷出生，你们雷毛矮人没资格说话。
加入战斗，影响荣耀。离开这里，雷毛矮人！只要纳鲁在奥特兰克，他就是我们的责任。拜托，你们偷渡了一个术士到暴风城召唤恐惧领主，联盟比你们有资格处理这件事。勿忘死者。我抛弃了一切，你又展现了什么？我势不可挡！加入战斗，影响荣耀。雷毛矮人入侵了这块土地，滚出去！雷毛矮人只是在寻找古老的泰坦文物，研究我们的历史和起源。除此之外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宝物。我势不可挡！进得了厨房，上得了战场。没有人能欺负我的朋友。我们有你不知道的情报，双狼斥候发现卡扎克斯来到了奥特兰克，他和普瑞斯托合作，要把纳鲁转化为虚空怪物。哼，早就知道了，我们还跟卡扎克斯打了一架，你们跟他是一伙的。人类的勇气永不熄灭。我们所爱之人不会消失。势不可挡的力量，如果碰上牢不可破的东西会怎么样呢？回答我。惧怕我的战刃，我势不可挡。来打啊！来打啊！史盖博斯，最近有料理什么好东西吗？我最近料理的都是一些麻烦事。刀刃渴望复仇，烈刃风，势不可挡的力量，如果碰上牢不可破的东西会怎么样呢？
这位萨满，上次见面的时候，你提到了我姐姐，可以告诉我，你还知道她什么事情吗？她非常不服输，但源头是莫大的恐惧。有一次，她把我从蛇颈龙的口中救了出来，那可是伊莎瓦克啊！他战斗的时候非常冷酷无情，即使心里非常害怕。勿忘死者。为了荣誉、声望，还有大事。鲁道夫斯，你有好好照顾你的伙伴塔维西吗？嘿，离我的螃蟹远一点。他说你要多吃一点青菜了。可不便宜，我势不可挡。羊羊来这里，愿纳鲁指引我。够了，让他们走吧，洛卡拉。这件事还没结束，雷毛矮人。我们会在征战平原再度交锋的。再见。真不想承认，塔维西，你让我刮目相看呐、啊！在你们离开的时候，我的新旧校斥候找到了纳鲁重组的地方。麻烦的是，有双狼部队挡在中间。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我们的斧头会很忙的。我们的队伍扎营生了个火，烤着暖火吃点热食，有助于我们面对即将到来的冰冷战斗。平静的夜晚。哎，我是厨师，应该我来煮才对。史盖博斯，你是雷毛的客人，所以让我来吧。那要煮什么呢？尽量简单的就好，这样比较不会食物中毒。不得不说，这、还挺不赖的。虽然我们不是每件事情都很对盘，但我还是会陪你走到最后。而且，就算赔上老命，也要帮塞瑞拉救他孩子。我也是。凯瑞尔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其实不饿。啊，那就来个简单的。你要有力气才能举起那把超大战锤。
原来我真的饿了。我就说了，你会需要力气的。经历过这些战斗，学到了这些东西，我亲眼见证到大家都成长了许多。可是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感到强烈的无力感，而且比以往更加强烈。克图斯灰云，我们的行动地精军用小豆，要不要喝一点？今晚我就小酌一杯，明天我的战刃要畅饮敌人的鲜血。想知道科多班恩为什么这么有名吗？我要全部吃光。所以你还好吗？杀掉安娜赛龙之后你就不太讲话了。不知道有多少夜晚我都梦想着战胜安娜赛龙，只是我完全没想过自己能从这一战活下来。做到了以后，我反而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。回去找伊利丹吗？我虽然在意外域的那些伙伴，可是你们四个已经比他们更像我的家人。塞瑞拉，我来帮你弄个特别的东西。不用麻烦了，塔维西，真的。好厉害啊，塔维西，这真的相当美味。在星光闪耀的宁静夜晚中，我能感受到孩子的爱就在我心里。你很快就会回到他身边，但是你明天会需要实实在在的力量。这份爱就是我唯一需要的力量，让我永不退缩。到时候你会知道的。夜深了，明天会是艰难的一天，而且说不定还是活着的最后一天了。大家休息吧。黎明时分，基地的大门打开，雷毛卫队蜂拥冲入山谷。我们带领部队来到征战平原，在这片满是礁痕和坑洞的地方，和敌军展开正面对决。塔维西，对上加尔凡加，让我们过去。为了双狼，为了德雷克塔尔。凯瑞尔，守住左侧，塞瑞拉带克图斯去右边，我负责中间。我也待在这里。矮人，你会需要帮手的。上菜了。荣耀指引我。
注意脚下，史盖博斯，这里的雪很滑。我喜欢在雪地战斗，让我想起以前在丹莫洛的日子。我以前也在丹莫洛当过佣兵。上菜了。请大家做好废铁回收。谁想跟我单挑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吃过雷酒酿酒厂的乐牌？他们的啤酒烤乐牌超棒的。开什么玩笑，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味道。有次我打算自己做，结果被一只生气的峭壁野猪追到了洛克莫丹的半路上。吃我一枪。坚持到底。绕一下，上菜了。力量与荣耀。维西，我们刚收到消息，石炉哨站被攻陷了。我们上当了，这只是声东击西。部队撤退，我们一定得守住桥梁。我们的部队撤退到丹巴达尔，范达尔的指挥总部。双狼士兵像崩塌的矿坑一样，整个压了过来。一座跨在峡谷上的窄桥隔开了我们和敌人，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守住桥梁，我们只有……你还有我，我会守住这座桥。你从后面尽可能解决敌人，我保证不会放任何人过去。维西，对上德雷克塔尔。双狼的，滚回你们自己的地方。雷毛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地方。准备好了，你会败给我的手下。
忘了死者。怎么会拖这么久？呼叫空中支援过来。洛卡拉怎么不在部队里？他和那群伙伴有自己的任务，我的任务是把你们赶出山谷。勿忘死者。你还好吗？我的盾绝不动摇，为了联盟。勿忘死者。无为旅客的舰队准备出动。所谓格鲁姆斯中尉会把你从桥上拉下来，我可以奉陪到底。潘尼亚县的死者。里面好空虚。小心，他的锁链勾住你了。我被勾住了，我要滑下去了。
双狼部队撤退了，凯瑞尔办到了，但是代价呢？我们决定爬到峡谷底下去找他，我们毫无所获。但这时候，拜托，鲁道夫斯，还有你，塔维西，快点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忙。是卡扎克斯，他打算俘获纳鲁，快跟我来，往这边走。维西，对上卡扎克斯！啊，你这叛徒！我早该知道，绝对不能相信佣兵。帮忙释放我朋友，我们就会协助你打败卡扎克斯。啊，牧师塞瑞拉，奥尼克西亚说的没错，把最后一块碎片给你，你就会把它带给我。嘿嘿，而你果然来了，奥尼克西亚，全新的配方。吃我一枪！愿纳鲁指引我。熊熊抱抱。加些新的原料。纳鲁的力量超乎你们的理解，或许我应该要示范一下。林料丢在惊人的发现，真是厉害，冰霜法术还有好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我证明自己的能力了，熊熊快点回答我！熊熊抱抱，愿纳鲁指引我。塔维西雷毛，谢谢你。他的魔法十分强大，但是我们只要团结合作，就能打败卡沙克斯。你的无穷力量为我所用。顶料丢在加些新的原料。牛头人，我在找我的同伴凯瑞尔，他在战斗中从桥上摔了下来，我们非常担心。你有见到他吗？那个勇敢的圣骑士？没有，但是我们会帮你找他的，朋友，不要放弃希望。风暴来袭！熊熊抱抱！愿纳鲁指引我。你动作实在太慢了。你都这样说谢谢的吗？哎，算了，无所谓，我们一起攻击他。
我不是小鬼头，可以上战场了。你说话呀！你刚刚有听到吗？全新的配方。指引我，海尼亚线呐！我没护啊！碎片就要被转为虚无了，你们很快就会见识到我的本领。小白桂花机关，风暴来袭，看好了，然后害怕吧。惊人的发现，些新的原料，一张票，谢谢。双狼，吃我一枪！看好了，然后害怕吧。算清楚了，吃我一枪！看好了，然后害怕吧。喜欢真可以看啊！你说话呀！上菜喽！愿纳鲁指引我。熊熊爸爸，为了双狼，吃我一枪！投降吧，塔扎克斯！我们彼此合作的话，你打不过的。正好相反，愚蠢的佣兵，
见识卡扎库斯恩真正的力量吧！啊哈哈哈哈哈！没错，一点都不意外，我是一头黑龙。黑龙卡扎库斯安的尾巴用力一挥，把我们全部震开，为他争取到重组纳鲁的时间。塔维西，我失去了碎片，现在全部都在他手上了，我们得想想办法。想想办法？我是猎人，对吧？我们去猎龙吧。塔维西，对上卡扎库斯安。我有黑暗纳鲁，你们凡人不可能打败我。拼了，大家跟我一起上。双狼的你们也是。我不是小鬼头，可以上战场了。我最近别失望。纳鲁，消灭我的敌人。我是米达，纯粹虚无，我服从。我们所爱之人不会消失。凡人，你有遗言吗？有，你惹错矮人了。舞动翅膀，带来毁灭。一张票，谢谢。愿纳鲁指引我。为了双狼，就算你们击败了我，但你们其实没有。和我姐姐也很快就会征服全艾泽拉斯。我证明自己的能力了，快点回答我。愿纳鲁指引我。为了双狼，完美的计划。
你那些无用的魔法，快笑死我了！准备离开了，纳鲁，把能量灌注到这个魂匣吧，复活吧，塔姆星罗姆，服侍卡扎库斯恩。我重生了，黑暗纳鲁赐给了我永恒的生命。黑龙带着纳鲁振翅飞走，把巫妖留在原地。再次见到昔日的战友，部落佣兵们却似乎开心不起来。我以前的老师是怎么说的？啊，对了，冰冷的黑暗向你招手。